岁末围炉的前一天，昆山飘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。来参加的照顾户们心却很温暖，志工热情的招呼声不断，大家有回家的感觉。跟其实在大爱差不多一样的，当时我还有一点不好意思，他们这个手我是不敢这样的，因为我们是阿门，这里是阿弥陀佛，对，感觉到我刚才在沟通了一下，心里面很敞开了。有别于平时志工们走路家门探访，现在齐聚一堂辞旧迎新，也分享了这一年来的感动。古五珠早在23年前就因水患接受过慈济的帮助，来到异乡打工，又再次相遇。当师兄师姐他们第一次走进我的家，我真的好感动，止不住的眼泪往下流。原来我在这座城市还有这么一群好心人来关心着我。五年来，儿子陆毅在慈济的助学下求学路不坎坷，如今有能力，他们也跟着志工上门送关怀。一样的，他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帮助的学生，那他现在就是跟着我们，就是也出来做访视，也出来做环保，也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你说这样好不好？好。这一家人住在车库里，一张床要睡四个人。希望你继续加油，在以后学习或者生活以及人生的道路上继续加油坚持着，你扔吧。师姑们在到家里来看我，然后我感觉这个冬天很温暖。把温暖从会所带到需要人的身旁，这个冬天也因为有爱更加温馨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许春光、丁凤娟、童如堂江苏报道。